上烧苦竹，叹如归处无言足，沉思野火烧篱木，能把回明尽烧苦。三毒是根蒙烦恼，接下来烦恼系缚苦难逃，烦恼系缚苦难逃。为什么苦难逃是把头给抱住呢？我们不管是想象被关在笼子里，或是被关在监狱里，或是被绳子绑住，其实都是我们的两只手，都是我们自己的造作所造成的。所以尽管有那么多的不自由，那么多的束缚，但是其实要跳脱也是一念心转就能够挣脱。我们只要一念心转，我们只要不要起这个心，动这个念，无不就是不会有这些的系缚苦难吗？所以我们要时时很谨慎自己的心，要保持得健健康康的，干干净净的，绝对不要让三毒而产生。世事万语不绝。